次的收看我们基隆社大的瑜伽课，我是佳敏老师，旁边是我们的淑君同学。前面我们介绍过用动作来训练我们身体的强度，这次我们试着利用布筋，没有弹性的布来做身体的伸展，让你的延展会更彻底一点，提高我们身体的效能，对我们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哦。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一样用布筋先来做暖身来了。好，请你保持金刚坐，把你两手向前伸直，跟你的肩膀的高度一样高。布筋是你的辅助工具，请你轻轻的握，不要用力来咯。好，请你松点腰，慢慢的往右转腰。好，身体慢慢的回正，来再次往左转腰，先转动你的脊椎，来再次往右，好回正，来我们再次往左，连续来咯，往右，往左，把你的肩膀试着放松。我们要开始加一点侧边的延展来咯，请你的布筋由下往你的右上方带上来，看着你的布筋的上方，慢慢的下来，转动你的腰往左往上带，好了，再次来了，往右上，往左上，一起来，尽量的拉高高，把你的肋骨拉开来。好，我们要转动你的脊椎来咯，请你布筋由下慢慢的往上带，在你的前方画了一个大圆，记得你的手要轻的，肩膀不要提起来，再次往左往下再往上，再一个来。好，我们要换边来咯，请你往左往上带上来，好，把这个圆画满来，把你的手尽量伸直来往上带，最后一个来咯。慢慢的，我们要放松下来。好，请保持在你的金刚坐，把两手再向前看齐出去。好，两手保持伸直来，从你的骨盆往前推出去。好，肩膀记得放松下来，肚子往你的大腿方向靠近。好，去伸展你的腰后侧的肌肉。好，慢慢的放松。好，请你吸一口气，把你的上身带回来。好，把你的臀部侧右坐下来。好，把两脚膝盖往两侧打开，试着把你的布筋来放长。好，先把它放到最长，我们要做你的肩关节的延展。好，拉到你的胸大肌。好，把小时你的布筋打开，跟你肩膀同宽。布筋提起来，请你右手往下，把布筋放在右膝的前方，把你的左手上提起来，试着头抬起来，看到上面的手，把你的左手再往前推出去。让你的左手超过地下的右手，保持背肌用力，头抬起来，看到上面的左手手指尖。好，慢慢吸气，把身体还原带回来了。好，请你左手试着不要动，头从你的左手底下慢慢的穿过来。好，把你的头抬高。好，请你身体试着不动来了，把你的左手往后打开来，在你肩膀的高度。好，慢慢手再上提起来，这时候你的肩关节就应该动起来，请你左手开始摆动来，像雨刷一样的咯，上下做摆动来，一起来，慢慢的你可以适时的把你的布筋往外滑出去，尽量做到身体的伸展就好，不要有太多的压力。好，我们要做一个停留来咯，请你的手再打开来，在肩膀的高度，胸口推上来，慢慢的转动你的颈椎，往后看到你的左手的方向。好，慢慢把你的头收回来，左手还原收回中间回来。好，把你的右手离开，请你布筋打横往左转腰来，左手轻轻的放在你的脚掌心上，把右手再次上提起来，头从你的右手底下穿过来，转动你的腰椎，把你的右手一直往上延展拉上去。好，慢慢的吐气，划过你的身体，把你的身体带回中间回来。来了，请你回到金刚坐，我们试着左边来试试看同样的动作。好，请你臀部做主坐，好，把膝盖再打开来。好，请你布筋带上来，左手往下伸直，右手上提起来。好，慢慢来，把你右手再往前，再次往前推出去，试着胸口推高一点点，看到你上面的右手的方向。好，把右手收回来。好嘞，慢慢的转动你的腰椎，头从右手底下穿过来。好，把你右手划开来，打开来，在肩膀的高度试试看。好嘞，右手上提起来，回到天花板的方向。好，再慢慢的往右。好，上提回中间来，感觉你的手像雨刷的摆动来咯。好，
轻轻的，你的胸口记得持续的往前推。好，我们试着做一个停留，来了，把你的右手划开来，胸口推，颈椎转动，往右方看到我们的右手来。好，把你的右手带上来，身体慢慢的回中间。好，把你的步筋离开来，往右转腰，手掌心贴到你的脚掌心上，左手上提起来咯。好，头慢慢从我们左手底下穿过来。好，保持你的背肌往上延展，拉上去，步筋往天花板的方向上提。好，慢慢的身体做还原回来，把步筋收回来。好，请你试着把你的两脚来往前伸直出去，脚先放松一下下，脚打开动一动，膝盖拍一拍。好，请你再次回到我们的金刚坐来。好，试着把你的步筋缩短一点点。好，挑战一下下，我们来做侧体的延展来咯。好，把你步筋再握在手的两端，把步筋慢慢的上提起来，君子指向天花板的方向，身体慢慢的往右侧推。好，保持身体的正面向的前方来咯。好，回中间。好，我们再慢慢的往左。好，把身体回正，我们来强化一点点来，请你身体慢慢的往右侧下来，手掌心贴地。好，头再慢慢从我们左手底下穿过来，胸口就要再推上来一点点来，把你的左脚往左伸直出去了，请你吸一口气来了，核心用力，把臀部开始往上推，请你的鼠膝尽量往近往前方的方向推出去，可以的话请你试着身体转动翻转，把你的左肩往后掉，左手划开来。好，慢慢的吸气还原回中间回来。啊，请你脚收，臀部坐回来。来，请你步筋再次上提起来喽。我们慢慢的再往左侧下来，左手贴地。啊，慢慢的把头再从右手底下穿过来，打开你的右腋下。好，右脚再往右伸直出去，请你臀部慢慢的再上推，记得你的鼠膝要推出去。啊，身体试着翻转，右肩掉下来，头也放松往后掉下来。我们身体还原回中间回来，好，请把你的脚收回来，手收回来。再来，我们希望可以伸展到你的腿部后侧来喽。好，请你试着坐下来，把你的两脚来往前伸直出去。请你试着把两脚伸直，保持并拢，脚尖是朝上的。好，把你步筋打开刚刚的宽度，比肩膀宽一点点。好，请你保持身体九十度了以后，把你步筋开始往上。慢慢的吐气，把你的骨盆往前推出去，试着用肚子去找大腿的方向，尽量膝盖窝不要翘起来，身体慢慢的下，步筋越过你的脚尖。好，慢慢吸气，把步筋往上带。好，把肩膀往后，手往后放松下来，头抬。再次吸气来，身体再往前，好，肚子去找你的大腿，步筋尽量越过你的脚尖。吸气，上提起来，把两手同时往后划开来。最后一个来咯，把身体慢慢的放松，把脚再放松一点点。把你的上身带上来，手往后。好，把身体还原回中间，慢慢的手放松下来，调整一次呼吸。好，再来，我们希望可以强化到你的核心部分来咯，一样请你保持两脚是伸直的，把你步筋往上带上来，而是保持你的步筋一直向着天花板的方向，脚是并拢的，请你从你的腰慢慢的往左转腰，请你试着转到你的手呈右前左后，背肌再挺起来带上来。好，慢慢的还原回中间回来，当然要换边来咯。好，请你腰来慢慢的往右转腰。好，把我们身体再回中间，我们要加强一点点来咯。好，请你背肌再往上拉一次。好，慢慢的腰再往左转腰。好，请你试着骨盆再往前推出去，右手慢慢的往下，有压力你可以试着放在你的脚尖上，
可以的话，请你试着往下放在你的左脚掌的外侧，好，把你左手再往前推出去，试着头抬高来看到你上面的左手指尖方向，当然你的膝盖窝要放松在你的地板上哦。好，请你吸一口气，把右手先离开，上提起来，好，把你的身体转正回中间，我们换边来往右转，把骨盆推出去，好，身体再慢慢的下，把右手再往前推出去，头抬起来看到你的右手的方向，好，慢慢左手带上来，身体回中间，还原回来，好，慢慢的脚放松，我们试着你的核心的强化再来多一点点，请你要保持两脚是并拢的，好，把你的左脚弯曲起来，右脚是伸直的，好，请把你步筋再次带上来，来往左转腰，右手下来，右手肘，请你试着轻轻的顶到你的左膝腕，可以的话把你右手下来轻轻的碰到你的地板上，你的腰侧就要做这个扭转的动作，请你的背肌记得往上挺起来， hold 住，如果你想要再多一点点挑战的话，身体请你试着不要动，把你右脚微微的离地，这样你的肚子就会用到更多的力气咯，好，慢慢把你脚放松下来，好，来把你右手离开，好，身体回中间，我们换脚坐来，左脚放松，换你的右脚弯曲起来，好，背脊往上带一次，请你往右转腰，左手慢慢的放松，顶住你的右膝腕，好，手试着下来往地板的方向靠近，背脊再挺起来，你就感觉到你的腰侧做了一个扭转了，好，来挑战一下，来左脚试着微微的离开就好，你的肚子在跳舞了吗？对，核心要用力，好，请你左脚慢慢的放松下来，左手离开，好，身体还原回中间，把你脚放松下来，接下来我们试着要多动一点你的肩胛骨的动作，好，请你慢慢的站起来，好，请你试着把你的步筋放在比肩膀还长的宽度，好，请你放到你的背后来，好，请你试着两手肘现在是弯曲的，把你右手试着往上伸直上去，拉到你的右手完全伸直，换你的左手往下，来右手再次往上，好，现在动的是你的肩胛骨来咯，左手再往下，好，再次来右手上，好，请你左手下，来我们换个方向，好，来不仅直接在背后来，左上右下来，换左手上提起来，来右手往下，来左手上右手下，记得你的腰要收回来，不要推到你的腰，好，请你再往下，好，慢慢的左手放松下来，好，请你试着把你的步筋飞到你的背后来，像跳扁担一样哦，好，两脚要打开与肩同宽，把你的下盘稳住，好，你的步筋请你不要碰到你的身体，手肘保持是弯曲的，慢慢的两下手臂往后，不要伸到直，好，再收回来，好，再次往后，你的肩胛骨有夹起来了吗？胸口推出去了吗？好了，再次往后，好，再收回来，最后一个，来往后，好，再带回来，好，请你的下手臂往下伸直，好，下手臂往下，不要把手肘伸直，再弯上来，好了，再一次往后，来还原，再一个，收回来，好，请把你的手试着往下完全伸到直动，好，请你试试看，把你的两手肘往外转开，腕关节动，两手肘弯曲往上提，感觉像你在跳水桶一样哦。这个动作动到了，当然是我们的肩胛骨来咯，试试看。动作的同时，请你把你的肩膀放松，只要你的手臂、手肘弯曲，做上下抬的动作就可以了。好，慢慢的放松，请把两手往后伸直你的手肘。好，步筋离开你的身体很远哦。好，请你把手核心收紧，慢慢把步筋开始往后往上拉高高。尽量上来，试着尽量拉到你的肩膀的正后方，伸直你的胸大肌就会被延展开来，肩胛骨应该会夹得很深才对。好，请你慢慢吐气，放松下来。好，刚刚我们的动作会尽量动到你的肩胛骨，延展到你的胸大肌。好，再来我们来做一些变化的伸展来咯。好，请把你的步筋再带上来。好，再次手肘弯曲。
把你的右手往右打开，伸直出去，眼睛看到你的右手。好，慢慢右手收回来，换你的左手往左伸直出去，两手做左右平移的动作。再次右手来，好，来换你的左手，头慢慢的转动。好，我们要加强一点点，来咯。好，请你右手来往右伸直出去了以后，好，把你的重心放在你的右脚上，左脚轻轻的踮起来咯。请你从你的下盘，我们要从骨盆开始做旋转的动作，来，从骨盆开始往右后走，腰再转，肩再走，走不动了，用你的手再划开来，转到你的身体成180度。好，做一个停留，如果可以再挑战多一点点，请你试试看。把你的右手往脚跟的方向拉下来，右手不动了，把你的左手再往后伸直推出去，看到你的脚跟的方向来，把你的步筋伸直，记得步筋要轻握就好。好，请你慢慢左手收回来，右手收回来，把你的身体带回中间回来。好，来，我们换边来咯，把你的左手往左伸直出去，好，来，重心转换到左脚上，右脚颠。好，请你从骨盆开始转动，腰再转，肩再走，手再动。好，看到你后面的左手的方向。好，把你的左手往下脚跟的方向拉，再把你右手往后伸直推出去，你的身体几乎要转到180度哦。请你试着看着你后面的脚跟的方向。好，慢慢把你的脚收回来，手收回来，身体回正回来。好，慢慢把你的手放松下来，调整一次呼吸。接下来我们要做到你的侧底的伸展多一点点。好，请把你的两脚再打开外侧多一点点。好，把你的步筋上提起来。好，慢慢身体往右侧推出去。好，保持身体正面向着镜子的方向来咯。好，身体回中间。好，再慢慢的往左侧。好，回中间，请你再多一点点来，身体慢慢的往右侧推。好，身体不动，请你右手开始往下拉，拉到你的左手可以碰到你的耳朵，把我们侧边再打开来多一点点。好，请你试试看，来，手夹耳朵，从你的骨盆来往右转，把你左肩往下放，试着把你的腰放松，背放松。好，请你的身体再往下，步筋往地板的方向靠近。好，步筋贴到你的脚掌的外侧的地板上。好，请你停留的时候要保持自然呼吸。把你步筋沿着地板来，慢慢的往中间走，转，慢慢的转，带到你的左脚掌的外侧。好，停留，尽量把你的脚尽量是伸直的。好，请你吸口气，头先抬起来，步筋离开，手保持在耳朵两侧。我们做还原的动作。好，请你身体慢慢的往右上转上来，骨盆推出去，好，身体还原带回来。当然要换另外那一边来咯，继续加油了。好，请你身体来往左侧，好，来，骨盆开始来往左转，来，右肩下，把你的脊椎再往前拉长多一点点，腰再放松一点点。好，慢慢吐气放松，把步筋往脚掌的外侧下来，贴到地板上。好，调整我们的呼吸。好，请你步筋沿着地板来，开始往中间咯，往右回到你的右脚掌的外侧。好，吸一口气，头先抬高来，手离地，手在耳朵的两侧。好，请你的右骨盆往左推出去。好，身体慢慢的反转，带回中间回来。好，慢慢的把步筋放松，在原地调整你的呼吸。我们要再多一点点你的腿部肌耐力的强化来咯，请你两脚在外侧大幅度的打开来，把你脚尖试着往外打开45度。好，试着把你的步筋来往上提，再次指向天花板的方向。好，请你试着把你的胯打开，膝盖往两侧弯曲胯开，臀部慢慢的下沉，手请你同时弯曲下来，在肩膀的后方。好，再吸气带上来，把你手伸直，脚也同时伸直起来。好，请你再次弯曲胯打开，臀部下沉，手肘弯。好，身体保持稳定哦。
好，来，再来一次上提起来。好，胯再打开，臀部下沉。好，吸气上提起来。好，请把你的步筋回到你的身体正前方。好，把你的胯再打开，请你臀部下沉起来。好，把你的步筋来，左手放在你的右膝上，右手伸直的，请你的臀部不要往后揪出去，把你的骨盆收回来，保持臀部下沉。好，请你身体慢慢的往右转，左脚跟伸直踢出去，保持臀部是下沉的。请你保持你的右膝脚踝能够尽量的对齐来哦。好，慢慢把你的左手离开你的膝盖，请你的臀部再下沉，左膝、左脚背，请你贴到你的地板上。好，臀部保持下沉，往前推，把步筋开始往上走。好，胸口开始抛出去，手开始往后走。好，慢慢吸气，把身体带回来。好，我们试着做起身的动作来了，身体稳住，把后面左脚尖踮起来，脚跟踢出去，膝盖离开地板上，身体请你慢慢的转回中间回来。好，来，请你步筋慢来，慢慢的往右往左放，右手放在左膝上，左手上提起来。好，身体开始往左转，右脚跟踢出去，请你臀部下沉。好，右膝要贴地，右脚背要贴地，把你的手离开。好，慢步筋再上提起来。好，臀部再下沉，再前推。好，手开始往后走。好，请你胸口再扩开来。好，慢慢吸气，上提起来，回中间。好，还原来咯，脚踮起来，膝盖踢出去，把你的身体还原带回中间回来，步筋上提起来，两脚慢慢的往内收。好，调整你的呼吸。好，请你可以睡着趴下来。你可以把你的步筋缩短，放在你的垫子的前方，两脚保持伸直，并脚打开在垫子两侧，两手伸直出去，手轻轻的贴在你的步筋上就好，额头保持贴地。好，请你吸一口气，把头抬高。好，用你的核心的力道把你的步筋往身体方向带回来一点点，让你的胸口试着离开你的地板上。好，在原地请你调整呼吸。好，请你再试着吸一口气，把你的步筋再往你的身体方向再带上来多一点点。好，把背肌再带上来多一些些。好，请你慢慢吐气放松，把身体还原回去。好，慢慢回到地板上。好，今天试着把两脚打开在垫子的两侧，把你脚踮起来，步筋保持刚的长度留在地板上，请你两手轻轻的握着你的步筋。好，请你吸一口气，把你的左手离地，把左边的步筋往上带上来，头试着抬起来，看到你的步筋的上方。好，慢慢吐气放松下来。好，请你再次吸气来，我们换边来了。好，把你右手离开，上提起来，把你胸口推上来。好，请你慢慢的吐气放松下来。好，请你两脚保持刚刚的宽度，脚尖保持是颠的。好，把你的左手再次上提起来，指向天花板。我们要做一个扭腰的动作，轻松的把身体放松来了，脚请你天定住不动。好，身体开始慢慢的往右后方翻转，身体转，转到你的左手可以轻轻的下来蹦到地板上。这时候请你要注意，你的左脚尖要留在地板上，尽量不要离地。好，做到你的腰侧的扭转，放松。好，请你慢慢的吸气，把左手离开。好，身体还原带回来，我们要换边坐来咯。好，请你头再抬起来，把右手再离开地板上。好，身体慢慢的往右后方翻转。
好，请你右手试着下来，轻轻地碰到你的地板上，右脚还是留在地板不动。好，慢慢吸气，把右手离开。好，身体回中间。这个动作是一个很舒服的扭腰动作哦。好，请把你两脚并拢，我们做还原的动作。好，手回到胸口两侧，手一推把胸口离开，请你身体慢慢的收回来，臀部往脚跟坐，把你腰子位置放松，额头再慢慢贴到你的地板上。好，请你吸一口气拱背，好，慢慢把身体坐上来，头再抬起来，还原回来。以上的单元就是我们今天示范的步筋伸展，希望大家会喜欢。下集我们将试着用滚筒来做按摩舒压，这对我们健康也是很重要的，欢迎您再次收看，谢谢。Red good down day sir뭐가문제야 say something 분위기가겁나 shy 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 왜들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아무노래나일단틀어아무거나신나는걸로아무렇게나춤춰아무렇지않아보이게아무생각하기싫어아무게로살래잠시I'm sick and tired all my everyday Keep it up 한것도主要是搞朋友，大家能够相处愉快是最重要的。不会，可以去社大选课，真的太有趣，它有非常说多的课程可以让我们学习。要多学、多画、多看。哦。那我老会沾嘴哈，爱心电、意电、画电。艺术课程，生活化。艺能课程公共化。那尤其社大现在把所有的社大老师融入到社区，那我觉得让整个基隆市活跃起来了，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大家来练习这个芭蕾，可以培养自己优雅的气质。然后呢，练习我们的身体的线条。能够终身学习最重要，你就选到你喜欢的东西。我们一起学芭蕾，一起扭扭扭扭大学是一个更理想的终身学习的平台，也是一个社会改革、地方创生理想的实践基地。
社大。